中融发基金会老联合部强下基盘内飘写沿途台新闻，2020沿途台新闻改体制名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新冠肺炎太流行，带动了18640支票，许多绕墙出席外通街推台副高中众送孙出宫，第一了空气安法台的清晰下，日清撒强势还是无法度控制下来，是两个世纪之内从来都不是度过的清晰，就算平常时已经准备好，我等到实际督导站不住，马上站在前进走的来应对的人。世卫组织宣布全球新冠大流行，推台副高中众送孙老主盘单位强化公布民众票选2020年土台新闻，世卫组织宣布全球新冠大流行是体制台新闻，总共拿到18640支票，体制名是动了19年总统开放每注每牛进球，老体制名是首涨5000票，第三道题五名分别是 NCC 联系红利友中天新闻台五分经文之招，副 N 十四八四参谋总长李楠，最尾是财政部连任刘国辉告办。2020年台表示，每黑日可能出新冠肺炎对民众有动态的影响。除了世卫组织宣布全球新冠大流行，那我想大家都不意外。那在另外一个活动年度代表字的部分呢，也一样是选出疫情的疫这个字，显见新冠肺炎它对于我们社会的冲击啊，已经到了没有办法忽略的地步，它对我们的生活、工作以及社交、娱乐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。众送孙公跳摆可是有平头今年杀气，至少有十几天不得对内车都该本土案例，不过获得风景团吹安神嘛，韩国民众动配合，所以推翻日前又控制下来，今日讲到国内对秋冬日前很系动手，不过相信都大家配合，韩国疫苗到来过后都得做到转到你想的想法。大家都在担心秋冬到底会怎么样，那其实秋冬在大家的努力、大家配合之下，我们还是有可能很平稳的度过这一个秋冬，那就期待着后面疫苗的到来，让我们全民或是全世界大家都可以早一点恢复到正常的生活。中融发基金会老年合报强化基盘票选年度台新闻，已经提十二年内两百票选发通的总数超有48000票，超过了红票选来看年度重要台事，同时每组的反制明星。下个新闻范秀妮林柏君签名台北报道。